你看看，这杂志里面写的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你的女儿不会为了要加入豪门呐、啊，做第三者。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好男人，你为什么偏偏选一个要结婚的男人？你想来梁辰美景帮忙？这间店我也有份啊。至少在那里，你不愁吃不愁穿嘛。我要他看到我有多厉害，我要他知难而退，我要把钱给我。明晚9点8频道。